六日，唐嫣在微博上晒出一组参加巴黎时装周的 look。照片中，唐嫣上身穿着白色露脐衬衫，下面穿着一条黑色超短裤，这又露肚脐又露大长腿的造型，不仅闪瞎了捞捞的眼睛，还撩倒了一大票迷妹。反观唐嫣以前的造型，不是走甜美风就是休闲风，这次可谓是大胆突破了。3月7日，唐嫣又一连发出两组照片，照片中唐嫣的造型与昨日的区别只是加了一件黑色外套，看得出来唐嫣对这套 look 一定特别喜爱，不然怎么会一下子更新这么多条动态，让粉丝激动的留言请保持这样的跟博速度呢？芒果捞新闻，期待糖糖带来更多惊喜报道。